姆格马克四手动炮克染弹枪有红黑两款配色，它90%以上都是金属的材质，重量650克，顶住这里向上抬就可以快速的拆卸。这个气筒都是黄铜的材质，我们顶住系统，顶住这颗销钉就可以快速的回装到位。后拉上膛，在没有弹的情况下会空仓挂机，波动这里就是释放空握，这个部位是保险，向上波动就是扣不动扳机，向下波动就是可以扣动扳机。按住这里拔掉弹匣，拧掉这个红色的枪口，可以更换为黑色的金属消音器。配送的是金属的弹壳，把海绵旋转弹装入弹壳，然后呢压入弹匣，弹匣的容量在7克，这也是一个金属的弹匣啊。然后插入弹匣，需要注意这个后拉上膛的话，一定要快速的拉栓，快速的释放，这样才不会卡。快速的拉栓，快速释放，这样才不会卡。如果说我缓慢的拉栓，金属弹壳比较重，就卡弹啊。如果说缓慢的释放也会不到位啊。所以说就是大家一定要快速的拉栓，快速的释放，这样才能玩的畅爽啊。